你先去洗个热水澡吧。没，你先呢？女生嘛，好吧。我还好啊，其实我没有很湿。你先去冲个热水澡，等下感冒怎么办？你先，好不好？哎，走。你先去洗，不然我要生气哦。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你听话啦，你去洗啦。好。老婆，老婆，壁纸他不要照亮。谢谢你。好，先去洗了。快去。来，这个就麻烦你们了。好，谢谢。谁呀？刚请服务生帮我们烘干衣服，那就。请那个服务生帮我们烘干衣服，等一下就好了。我知道啊，我刚刚有听到。我们结婚了，你也回家每天帮我吹头发吗？每天。那你也会像现在这个样子，每天送我上下班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假日除外。骗牌。说好了。以后我们假日不可以工作，休息日子我们一起工作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可是我们都很忙。错，是我们又要结婚了。
所以你觉得我们在长滩岛的婚礼是真的？在我心里一直以来都是真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。相信你会想。